这个鱼，它是从后面开，被开边，然后像蝴蝶一样，彩虹一样，你看看，好漂亮。来，开了一条线下去炸，这样炸开，手动转圈儿。哇，好的，谢谢。看到了没有？啊，其实就是乌锅鱼了。看到乌锅鱼可以做这么漂亮。不过也是鲷鱼，对啊，还蛮这么酷，大凉酥酥的，然后就把它弄好了，就粘在酱汁上面。